请坐，请坐，给您看一下我们的菜单。那还挺得看的，这包子饭钱不同的啊，也翻过去了，哎。你喜欢？我还喜欢看他的我们只有一家人。哎呀，我们是陪你来的嘞，哇！樱桃派那个舞剧，我觉得他很喜欢。是的。怎么称呼？怎么称呼？我吗？樱桃。樱桃是吧？你都不认识啊？跟你这个人，他不看电视。没有没有，我今天就是你们的服务员。这是陈立农哥哥做的烧烤大拼盘，有鸡腿、鸡翅、鱿鱼，还有饺子。这个你喜欢对不对？那你想要试试吗？好。这个张妈妈的芹菜牛肉是张若楠做的，微辣甜辣口，它可以吗？哦，牛肉啊，宝宝，牛肉你喜欢吃的牛肉，好啊，牛肉一样哈，好吧，嗯。哦，特别介绍一下这个烧鸡公，因为肯定你们知道我们南方的三伏天有吃鸡公的习俗，有祛痰化湿的一个功效。嗯，这个可以哈，好，请稍等。给您介绍一下，好的，有什么推荐？这是陈立农做的海陆空大拼盘烧烤，今天才有，前两天都没有。就今天必点，必点吗？好的，烧烤大拼盘，好的。陈立农今天刚开摊儿，烧烤大拼盘啊。稳，他们最喜欢吃。那您需要一个这个哈。好几磅哎。